经济，狼眼看来不寻常。欢迎在每周一晚锁定广东卫视收看财经狼眼。华而有度重塑经典，财经狼主持人嘉宾服装是由华斯度华斯度定制提供，感谢华斯度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欢迎电视机的观众朋友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财经狼眼的微信订阅号财经狼眼 daily， 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和财经资讯。那本期的财经狼眼，我们来聊一聊中国赶海人，聊一聊现在抱团包机出海抢单的中国企业。登上商务包机，直抵国际展会，拜会新老客户，斩获订单合作。近期，中国部分省份以包机并提供补贴的形式，鼓励商业代表团到海外参展或洽谈拓展商机。一时间，出海抢订单、全力拼经济，成为不少地方的一致行动。众多中国企业争分夺秒，热情高涨，出海抢单，释放出怎样的积极信号？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和多重超预期因素冲击，我国外贸出现了哪些新趋势，又面临着怎样新的挑战？本期节目邀请到著名经济学家、国际问题研究专家楚音，资深财经媒体人、专栏作家张春卫，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与华兴资本首席经济学家李宗光、郎咸平教授云对话，共同聚焦中企出海抢订单寻机遇。那咱先聊了这个事儿哈，叫中的这种电
所以我们还要赶海，还要去出口，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本期的财经栏，我们来聊一聊出海抢单的中国企业怎么去看待内需跟外需。政府牵头的核心是什么？寻找着新的动态平衡。外需跟中国最有活力的经济地区是紧密相连的，中国的这个优势产业现在也在逐步的培育。从外贸角度讲，我们怎么稳？核心呢是稳这个国际秩序，结构性脱钩，这是我们所警惕的。美国加息停止之后，经济会逐步恢复，我告诉你不是那么简单的。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中国的内需市场呢是我们的根本，因为我们的人口包括中国还有地区发展是不平衡的。中国的内需市场呢也的确在经历激烈的变化，但是我们这么讲，就是外需为什么重要，就是在于外需跟中国最有活力的经济地区是紧密相连的。嗯，我们的东南沿海，而这些东南沿海的地区，他们本身在中国的经济里它是一个领头羊，它是一个发动机的问题。所以中国经济的活力和中国经济的底气它本来是结合在一起讲的。但是我对2023年其实没有那么悲观，我觉得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到2023年中期左右的话，那么欧洲尤其像东欧附近乌克兰附近一线大规模的重建就应该开始了。那个可能又会提振需求。中国的营造能力哈，这个继续出海。然后另外一个我个人的感觉就是，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拥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和竞争性。而东南亚地区在未来10年会成为世界经济增速最快的地方，而这一块对于我们的外需市场的稳定是很有帮助的。与其说是外需萎缩，不如说是外需里面会出现存量的萎缩，但是会有新的增量出现。你看这次卡塔尔世界杯，除了没有中国队，中国元素全有了。那个，你看那个主体育场长得跟鸟巢一样，然后、空调什么都那个格力的。我们那个海信那个草坪都是宁夏大学的技术。对，所以说这个中国的营造力确实是在史诗一般的出海，这个也是我们对未来的一个想象。那关于内需和外需的事情，春伟。首先我们看到的话，疫情这几年，然后有几个数据发生大的变化，就是低价商品。以前的话我们对于低价商品好像没有那么渴求，但我跟你说这两年低价商品然后是全世界都极度渴求，所以对于成本的控制全世界都到了一个拼极致的状态。第二，退货的这个速度的话呢，因为我看到就是所有平台今年的这个退货的数据大幅上升，当然退货的背后的话就意味着它对企业的要求在提升。如果不是我们所说的优秀企业，退不起，赔不起，然后呢当然也就对你的产品的这些各个方面的要求也就更高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反而对中国产品提出了一个更好的市场和一个机会。当然更重要一点呢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的话呢，疫情这几年又培育了很多新的用户，以前从来不网购的全部在网购，尤其是11、12月份，你看就是运力一紧张的时候，你看它到处都是快递，然后每个人家门口都堆着一堆快递盒子。这些背后都说明的是什么？消费是存在的，在于你如何让信息更加的对称，然后如何提升更多人的这样一个消费力。有人说外贸虽然整体规模很亮眼很高歌猛进，但是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我们就说2022年的中国外贸是结构性的增长。什么结构性增长？就是一个 K 呀、所谓的 K 就是有些领域特别好，品类特别好，有些领域尤其是很多传统优势领域并没有那么好。那 K 线复苏嘛。对，所以说中国的外贸叫结构性。这个话题我们请教一下宗光老师哈。来，李老师啊，过去2年，2020年、2021年，到现在2022年的这个出口累计同比还增长10%。过去3年我们是赢麻了啊，不是大家想的这个出口在衰退哈。其实你能感受到，就是中国的这个过去几年的竞争力啊是史无前例的强。当然大家担心的是未来哈，担心未来脱钩啊，这个外流啊，有一些这个刚才像各位老师讲的，有一些供应链的这种外流呢，是因为我们收入提高了哈，我们要产业链，我们要往上爬坡，我觉得这是正常的。那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呢，就是有一部分就是这种结构性的这种产业外流，这是我们所警惕的啊。比如说富士康这个事儿，据说是苹果要计划要在未来的几年内，这个印度的这个订单要从5%要提高到40%-50%。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对中国的影响我觉得还是蛮大的啊。所以这个我们也思考，因为脱钩是属于它是国际的这种叫逆全球化潮流，对吧？能做到的就是我们要增强我们的竞争力啊，改善我们的营商环境，增加我们的确定性啊。我觉得能做到的是这一点。过去一年中国出口表现特别亮眼的几点啊，第一个是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是2020年是100万辆，
出口哈，新能源汽车21年呢是增长100%啊，这个大家记住这个数，100%就是出口200万辆。2022年到现在一至11月份，我们出口是300万辆，啊，相当于增长是超过50%啊。比亚迪已经超过了特斯拉，成为全球第一大新能源车企。嗯，对的，对的啊，所以说呢，我们的出口很强。那另外一个就是光伏组件，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没想到的，我也没想到，就是这个煤炭的出口，煤炭出口今年增长是最快的，啊，那也当然也是价格高，对吧？价格高也是很大的一个板块。那剩下的确实有很多板块今年是负增长的啊，所以今年刚才你讲的这个 K 型复苏，我觉得还是蛮对的，结构性差别就表现确实特别大啊。那关于另一端哈，就是看一下今年1到11月份到底有哪些传统的优势品类出现了增速的下滑，包括家用电器、家具及零部件、医疗器械及用具，还有照明灯具及灯具的零部件出口。如何看待中国外贸的这样的一种结构性的分化？原因很简单的，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行业它的竞争力它的结构要素出现问题了。你比如讲以劳动力价格为主要基础的一些外贸，它肯定受到劳动力价格上升的一个影响。另外一个呢，有一些跟这个全球消费市场有关的东西它也受到波动，因为它整体的需求在下降嘛。但新能源汽车为什么做得好呢？这是因为中国新能源汽车不过在性价比上而在技术上来讲都是有很大的优势，又正好赶上全球的这样一种所谓的汽车转型，它是增量很大，所以有的往下走有的往上走本身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我们前几期蔡健郎也聊新能源汽车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各个新能源汽车的成本报价，包括比亚迪一辆整车的价格，我就惊呆了，它成本控制的是非常低，非常低，3万块钱成本控制，真是太厉害，这个竞争力太强大了。对，我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优势产业现在也在逐步的培育，啊，新能源汽车呢就是一个典型嘛。新能源汽车呢，我们发挥了这个市场大，啊，并且前期政策支持力度也比较大，已经有一部分新能源汽车企业跑出来，所以现在你看我们一个是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出口量大幅增长。那从售价来看呢，在传统汽车自主品牌也就卖10-20万，但是在这个新能源汽车领域有很多国产车已经超过了40万的售价，我觉得是一种什么呢？就是弯道超车。因为传统汽车呢，咱们为了快速建立工业体系，咱们采取的是中外合资模式。对，中外合资模式呢，它外资都有一个规定，就是不能串货，就是说在国内合资厂生产的汽车只能在国内卖，不能出口。所以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合资汽车呢，它这个品牌又比较好，卖得好，这样的话他们就没有动力去搞自主品牌的，所以自主品牌一直做不起来。现在新能源汽车相对没有包袱，对，大家拼了命的去抢专利权，去抢科技创新，去抢研发。对，还有一点就是你国内市场给了很多的这个补贴，市场铺垫的也比较好，尤其是我们看到的话呢，今年的那个就新能源车的这个补贴没有退坡嘛，对，然后呢它也延续了你的国内市场的优势，这是最后一个月嘛，对，到明年的话呢，我觉得才是我们所说的是你的核心竞争力的一个真实的市场体现。我们前些年就抢这个六稳中有一稳是稳外贸，怎么稳？你既然有结构性的分化，既然有外需的明年可能会出现巨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到底要怎么稳？请教我们云端的两位嘉宾和我们演播厅的几位嘉宾，就是我们叫稳外贸，那面对2023年这么大的不确定性，我看现在 IMF 包括世界银行包括经合组织的很多数据预测数据出来，可能明年全球经济给我看数据是2%，就是全球2%，那怎么稳？我们从外贸角度讲，我们怎么稳？我觉得稳外贸呢，就从我的专业来讲呢，我觉得核心呢是稳这个国际秩序，稳住那种反全球化的力量。因为现在中国的外贸呢，它的竞争性是很强的，但是现在对我们构成最大的挑战呢，就是西方一些国家在有意识的试图跟我们脱钩，去寻找替代方案。所以稳外贸的一个很大的重点在于如何稳住国与国的关系，如何稳住全球化的这样一个秩序。如果说再谈到具体的外贸上来讲，我觉得在国内来讲还是要稳住供应链，还是要稳住围绕外贸这一套的生产经营体系。这个说得好啊，叫要稳国际秩序。那我们问一问这个李老师哈，这个稳外贸这个稳如何求得，如何求稳？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大的环境哈，刚才讲了大的环境就是整个蛋糕在缩小，然后呢欧美的这个供应链的复苏，所以会抢蛋糕，所以明年整个的外贸的盘子会比较困难啊。那么我们怎么去稳？一方面来讲哈，随着这个疫情的这个放开啊，至少在明年上半年啊，我们的这个劳动力会面临一波冲击波，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就是从供给端来讲，一定要确保我们的这个生产的正常化。从需求端来讲的话呢，那这个
大的环境就是这样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能做的事情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这个国际的人流量啊，就是货物的流量啊，我们尽量的提供便利，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希望的。刚才我记得有个老师也说哈，这个外资很重要，对吧？因为外资它是在中国产业链当中是比较高端的哈，它是有一个自上而下的一个就相当于一个咽头的作用。所以说呢，像富士康啊，像这个苹果这些，我们尽最大努力要把它给留住啊。这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是要提供确定性啊，为了中国的发展呀，要提供确定性，提供一个稳定的预期。说得好啊，所以有些像它生产纸箱的、生产鞋的，走就走了，我们叫更大意义上的腾笼换鸟。但是像苹果、像富士康，还是留住为宜哈。对，刚才高端制造业，我觉得是一定要留住的，因为这个低端制造业呢，因为它利润本来也很薄。那现在经济好了之后呢，我们肯定要提高这个出口档次的。嗯，就通过这个高附加值产品，像汽车出口啊、消费电子啊，对吧？这些手机啊，这些代工肯定是要留住的。所以说，这个稳是个系统性的工程，要稳很多，稳林林种种。好，那最后的话题我们还是要请教一下郎教授啊，做一个预见哈，中国外贸要如何应对明年这样一个不确定性，同时呢，对于明年的外贸形势有什么样的预判，有哪些挑战，中国外贸又会出现哪些值得关注的亮点，我们请郎教授做一个总结性的预见和观察。所有的国际投行和国际机构对明年的全球经济呢，都保持着必然的悲观态度，原因也很清楚啊，因为美国加息到现在不停，知道吧？而且呢，到了明年呢，美国加息停止之后，很多人说经济会逐步恢复。我告诉你，不是个简单的加息的问题。那我请问各位，他为什么加息七次？因为加第一次效果不大，加第二次效果不大，加第三次效果也是不大，所以他拼命加息，你知道吧？可是啊，根据这个70年代啊，芝加哥大学货币学派的说法，他们是非常反对货币政策的。为什么？因为时间不确定。换句话讲，第一次加息，一直到它产生结果，时间多长是不知道的。第二次加息到它产生结果，时间多长也是不知道的。因此七次加息时间长呢是不确定的。那问你，为什么这几次都没有效果呢？有没有可能到了2023年的第一季度或者第二季度，突然同一个季度一起爆发，有没有可能呢？当然可能了。如果这个时候一起爆发的话，就不是说美国经济会不会增长的问题了，而是美国经济会大幅度的衰退的问题了。那么如果它的经济大幅度衰退，对我们的外贸肯定有负面的影响。所以大家不要只是看这个加不加息啊，不是这么简单的。所以我认为外贸企业这方面你还是要多关切、多注意啊。那么如何应对增长放缓的不确定性呢？我刚刚前面讲的，就这个外需放缓呢，不是我们企业所能够决定的，好吗？那所以这是为什么说我们国家、我们政府提出我们叫双循环的政策啊？这未来啊，中国这个外贸企业啊，当然更应该关注国内消费的崛起。那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啊，它怎么定调2023年呢？它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的地位。因此，对我们国内企业而言的话呢，应该关注国内市场的这种重大机遇，但对于说外贸企业的而言的话呢，我相信啊，你的冲击会相当大，好吗？所谓的国内的机遇的话呢，对外贸企业而言的话呢，你所能够掌握的力度啊，也远远小于一个注重内需的工厂，好吗？那这是一个必然啊。所以说，我现在到了2023年，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这个政策指标来看的话呢，就是说，我认为到了2023年，国内的需求会上升，啊，国际需求会下降，就这么样一个局面。那么你要如何调整自己的这个企业战略呢？我觉得现在要趁早来做决定，好吗？啊，好，谢谢教授。那今天我们聊外贸，聊中国的港海人，我就想起这个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啊，老人与海这个还是很有力量的哈。这个一个孤身出海的老头与大海与鱼搏斗，总算拿了一条大鱼，结果发现被蚕食了，变成了矮矮的白骨，但是他依然弄一个更大的、更结实的鱼钩出海。所以有一句话也献给致敬中国的港海人，就是经验丰富的战士都敢于走进磅礴大雨的夜里。那也祝福中国港海人，祝福抱团取暖、包机出海的中国企业家。台前郎眼，下期同一时间再会。本期的郎眼，我们来聚焦火出圈的 AI 绘画。AI 绘画有灵魂，它灵魂就是算法，它打破了艺术的门槛，也打破了版权的门槛。AI 的话呢，能够以技术的方法迅速地满足了人们情感的需求。AI 绘画，它背后有什么商业模式吗？当它作为工具性存在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是艺术家。我一直在找寻 AI 作曲，我哼个曲子就能把我谱写出来。人工智能会拉动数万亿美元庞大产业链。